好的家园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国甜甜圈媳妇，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。这是我先生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在中国，我曾经是一位28年教龄的小学教师。我的先生，波士顿大学文学系博士，美国甜甜圈创始人第一秘书长的儿子。先生还是一位大作家、大导演。我是伊迪美香水精油品牌的创始人。2015年，美国赛区中国环球夫人。我还担任美国赛区亚裔环球夫人总监、总导演。结婚15年，我们收获了爱情和事业。现在我们居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北面。非常的感谢你的收看，美好的夫妻生活在美国，送给亲爱的你们。